Hello，我是阿梦，欢迎来到咪蒙佛陀来。你知道明天就要放假了，这就是上班族的小确幸。唉，人生苦短，减肥一定要暂缓。下午茶来杯珍珠丹，这不外乎就是上班族的小确幸，就是胖也依旧要幸福一下。珍珠奶茶真的超好喝的，一定要来上一杯。没有喝过的推荐点它的黑糖珍珠鲜奶，好好喝，它的珍珠超有嚼劲的。如果你也爱这味的，请快留言跟我说吧，因为我真的也好喜欢喝珍珠奶茶哦。